还好哎。你花多久时间学会的？不到半年吧。不到半年就学会了？哦，这要拜我的第一位男朋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他教我的啊。哦，所以是他教你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叫做有爱就有动力。有爱呢，什么都是很迎刃而解的。对。那请问，后来就是因为起重机分了吗？对，因为他害我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啦，他就分手，正常分手。哦，就正常分手。那我还想说，是因为他害你雷残就分手了。那我们在玩重机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呢？比较有趣，应该是比较愚蠢的事情。像什么？像是原地倒车啊。原地倒车。对，因为其实车子是很重的耶。对，有时候就是一个没有注意，或是一个软脚，或是一个滑脚就会倒了，就会倒了。对、啊、那你现在的话已经是驾轻就熟，就是一开始就可以骑得很快，然后都不会有任何的障碍了。对，现在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了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哎，那你的重机是什么品牌的、啊、可以讲吗？是 BMW 的。 BMW 的。那平常多久会骑一次？大概一个月会骑个一两次吧。好，一个月会骑个一两次。那除了重机啊，然后爬山啊，平常去玩水的话呢，是就是拍美美的照片这样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有在学游泳呢。学那个闭气吸气，闭气吸气吗？对，就是抬头蛙，我在学游泳了。泳式是什么样的姿势？蛙式。蛙式吗？对。好，蛙式的话应该蛮快就可以学起来的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凯乐，谢谢。那我们也请陈琳，陈琳最近都在忙些。